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哈。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玩高尔夫了。那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们上一次玩是11月25号，所以是一个月以前。然后我一进来后就发现它多了一个下雪啦，即将登场，但是得先迎接冬天。游玩下雪啦历险记可以得到更多古怪的关卡，还有寒冷的物理效果哦。所以本次的更新包含冷酷关卡，一头驼鹿。好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不是驼鹿，是草泥马吗？然后保持雪景的雪人、笨孩子、黄色的雪不可食用。为什么要标示可不可食用啊？我们来进去看看。哦，好酷！哦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不是跟我前面关卡一样，只是那景都是哎那个哎拐杖糖的颜色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嗨球球，请帮我们找一片披萨。哎，好险！我刚刚直接先决定录影那个前面的解说，因为我刚刚想说我要继续玩呢，还是先来玩那个雪关卡了？想说算了，应景一下，我们现在玩特别关卡好了。结果他根本没有让我选择，强制先让我玩了。好了，我们来找披萨。披萨，披萨时间。哦，好想吃披萨。哪里有披萨？哦，他们只是对话，是不是？好可爱，超可爱，是冰棒，好彩色的冰棒哦。嘿咻，不是，推杆，他该不会有第二关卡吧？啊，没有，他没有，我看到喽，你这是鸡会动哦，我们可以打鸡耶，可以把它丢到烤箱里变烤鸡吗？它看起来很冷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。为什么就出现鸡？想知道秘密吗？什么秘密呢？我把全部的披萨都吃了，为什么不留给我？就只剩下这几块喽。豆子滚！他骂我豆子，我要难过。烤鸡吃火鸡吃披萨。哎呀，僵尸的东东！哎呀！等一下，他那个另外一个是眼睛爆掉吗？振作点，僵尸上！太多东西都结冻了吧？虽然最近天气是还蛮冷的。Good job！ 啊，我是谁？啊，同样的冰块，萨班纳。OK， 好，不能碰到那个炸弹。干嘛这样？轻轻的。不要太快，我很怕。斜一点，轻一点。哎呀，他那是滑冰的声音，好恶心哦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去吧。做得好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里面是披萨吗？冷冻。卡可以呢。他也说帅啊。哦，好可爱哦，他刚喂了一下。喂，下面有猫咪在看电视哎，为什么这么大一片啊？哎，不是，湖会被敲爆，原来那是湖哦。左上角那是滑鼠吗？冰冻滑鼠。哦，有两个关，我们先跟他讲话看看。我连一片披萨都没有看到。好冷哦，乌龟都结冰了，在某个雪片里一定可以找得到。你下手未免太冷酷吧？啊，在雪片里，哎，三个关卡，我刚刚没注意到。有露露哎，我们可以打露露吗？滚雪球哎，可以越滚越大哎，哇，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变多大。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弄到超巨大，我们才有办法碰到上面呢？完全体，超有创意。这个我觉得也会变大哎、欸，某方面来说。啊，它是一直滚的那一类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身上沾了很多东西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
啊，我快要变 Candy Crush 里面的糖果了。这什么？喷雪？啊，我要站，我要把东西粘一粘。有了，我喜欢驼鹿效应。它该不会是指那个麋鹿吧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超可爱啊！它是狗狗上面装的鹿的脚，哎，哎，不是，不要玩球，大哥，你冷静点，到处乱滚。有更多这家伙了，我突然觉得它不可爱了。啊啊，不要不要，我是猫派的。啊，旁边有大颗的，你硬掉。啊啊啊！有了，吓死我了，老两我刚刚是在空中那个折返跑吗？来，这个关卡，我很喜欢它那个过场的那个棒棒糖射击杆。喵咪，这什么街道 ？No way！ 而且看起来会有人丢水球哎。不要啦，你考那个机车叫什么？机车驾照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好和战，我差点都死在最后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大哥，我们是球体，哎、欸，又有人要丢雪球，哎、欸，他没理我哎、欸，你人真好。他到底是用什么？他的下半身在移动吗 ？Snowed in。好，我越来越看。哦，好可爱！他在滚雪球，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短哟。可是前面的东西不太可爱。炸弹？那是地雷吗？哦，那里不能掉下去哦。我不动，它会慢慢前进。它好像没办法飞跃。哎、欸，被炸到了，好像更快、欸。我以为会掉下去。有了有了，单身雪地 ，no one man snow。不要丢我雪球，死屁孩！哦，换我变死屁孩了。决战！哦，那这样往这边丢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啊，猫咪！我们可以先把那电风扇砸。旁边都是我的杰作。哦，找到了！哦，每个角度都试好久、啊，应该把人都打掉吧？这是一个款暴力游戏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难打？哎、欸，刚穿过去了，还有，你们可不可以自己拿去敷脸啊？哎、欸，那棵树形成了非常好的保护罩。最终血战，哦，OK， 过，这是什么？披萨？我们是披萨吗？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想吃披萨、啊。他们该不会……我在想，国外他们圣诞节的时候会特别去吃披萨吗？就是好像会有烤鸡什么，但披萨我就不清楚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自重哦！哎、欸，还没给我丢进去，烂透了。我们先去玩旁边的东西，我会不会融化？雪人，嗨，雪人是一座岛，有礼物吗？可以弹钢琴吗？
对岸好像有东西飘过去，不行，其他东西不能互动。哦，波波，金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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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真的是，哇塞，它是一个星球哎！我现在没有动任何东西，它自己在翻滚，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啊，我的终点在哪？啊，看到了，寻找终点，通用邮政服务。哦，开始喷射钢琴了，太扯了！他们的脑袋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我这是称赞。哈，我是谁？啊哦，滑雪。哎，等等，他动作好酷哦。可是我们上得去吗？哦，有了，上来了 ，cool。嗨 ，skill， 嗨，啾，放着不放，放按着不放了，怎么放着不放？好大的路，好玩哎、欸，滑雪那个。嗨，乌龟。哦，是谁？看起来超冰，真的。这就是不断在转180度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好，不是吧？我在哪里？我是热狗，好像，哦，啊，超速！哔哔青椒，巴拉巴拉，车祸了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最长的车子，哎，啊，好多牛，牛好可爱啊！我一个栅栏都跳不过去，我都是撞过去，跳过一个，啊！玩的真烂，对不起啦。Froze， 哇，它冷冻了。Ow， ow， 它变得很麦快。冰棒弗利兹。欸哦、所以刚滑过去的就是我们的关卡，还蛮有创意的，竟然还要追着关卡跑，又是披萨关。可是披萨，我是一个披会滑板的披萨。哎、欸，你要下去了吗？啾！啊啾！不敢乱动。啊啊！干嘛？大家自重，不要不要！我只是一片披萨而已。嘿，不行，他这里没音乐，好干哦。而且他没讲字，哎，刚刚算 bug 吗？不，不要再玩一次。哦，又是什么关卡？哎、啊，雪人，嗨，你好，不理我。这里有几关呢？看一下。哦，两关。我不知道他总共有几关，哎，有点担心会不会超级无敌长。Snowman。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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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总觉得小矮人可怜哎、欸，帅到发抖。不要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、欸，过不去。啊！对不起。哦，差一点掉到悬崖里面。啊！你这个破坏狂雪人 ，Ice Cold。嘿、hey, 啊，啊，他头掉了，他头掉了变成一颗球，又要开始绕圈，那个叫什么迂回线，还好没有掉下去。好像我的操控技巧越来越不走开啊，你走开！不要，你怎么藏在那里啊？不是啊，我不是球，我是一颗雪啊。哎，不是屁孩们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直接走路好好笑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路过，路过，哎、欸，路过，长脚的雪人啊，白痴哦、欸！不要挡路，哎、欸，挡路，哎、欸，
他们发现什么？全部的盒子都是空的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我闻到了阴谋的味道。啊，没了吗？短脚雪人，啊，他身体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是两颗球，两颗球。哦，差点直接把他那个头给撞下来了。Nice job。Ow，鼻子，我是一只萝卜。他前面该不会有兔子吧？短腰，短腰，我们要把它插进去。这好像听起来哪里怪怪的。鼻子接得好 ，Nose job。暗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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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暗哦，这里。哎，又是披萨。我是什么？哦，戴，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，戴帽子又戴围巾的披萨，超可爱。不是吧？哎呦喂啊！哦，我们好像快把披萨拼起来咯，有一片是我们刚刚拼的，所以表示我们还要再拼一片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披萨了。哦，原来我们是在解剧情任务吗？现在才意识到会不会太晚？嗯，礼物哎，是俄罗斯方块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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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赏你一个巴掌。是一颗球礼物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只是你终究还是一颗很难滚的球啊，大哥！啊、哦，这人一定送了一颗篮球。他在终点的时候有埋伏，然后球在滚的时候，看这个灰色的状态，我没有办法前进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他们先过了。我现在发现，刚刚后面有一个包着车子的礼物，哎，谁那么好？他感觉走得很辛苦，这就叫我们在马路的时候要停下来看车。开车回家吃热狗，是一只马礼物，哎，哇！左边感觉的路非常宽敞，右边的路非常的狭窄。我要走狭窄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还是走宽敞的。我刚正想说，我看能不能目标全部炸弹跳过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了，我没办法了，没有那技巧了。Snow horse。你看它旁边有包着车子跟包着马的礼物，哎，包着马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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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？旋转乌龟，感觉是一个滑冰关卡。我又是一个胖子啦 ，Ice Snow 啊，很滑，很滑，很滑。OK， 它要一次到位，我现在不能动。去吧，歪掉了，再见了。去吧，不是吧？一个偏左，一个偏……有了有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吧。全雷打，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没有全雷打了。其实我有二段式的，它又是按着不放可以一直走的那一种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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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所以这边应该都是滑冰类型了。我现在是一颗曲棍球，哎，我变黑了。哦，差点直接下去了，太多颗喽。冰球很多下，咩咩，为什么乌龟的叫声是咩咩？保龄球，哎，地精是甜蜜的地精，地精开始丢人吗？哎，怎么那么难弄？完蛋，我前面太多障碍物在挡自己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
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一次 OK 比较好，你只要那个剩一点点，开始在场面变混乱，反而难打。那个保龄球看久了很像一个脸。啊啊，是花瓶系列。不要那么玻璃心嘛，地精，加油点啊！我很怕嘞。在这一个弯，我必须想办法过。好了，冷静点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呼，还有，太多关卡了吧？还不错啦，就是他那个血关的关卡可以给你多一些新东西，让你玩不腻。但是我觉得他的关卡本身就已经很多了。他只要一碰到雪的，我就不能行动。应该说冰的地形，所以我们要往雪的地方比较好操控。哦，这个设计还蛮有巧思的。好，该卡住了。滑动的硬块，这应该也是同样道理。哦，有，这边有雪可以卡人，好想转视角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它这里那个终点至少不是冰块区，终点如果是冰块区会崩溃。哦，我们又可以进入到我们最后一片披萨区了吗？是最后一片披萨。啊，我是冷冻披萨吗？这看起来不像披萨，它看起来像一块抹布，该不会我是盒子吧？所以我们连披萨的盒子都要去拿到吗？不是吧？哦，有有，我出生了，我是一颗健康的披萨。爬阶梯耶，这个披萨上面一定超多细菌的，在地上滚那么久，你们还敢吃吗？组合披萨。完成了我们的四片披萨，好吧，这肯定潮的要死，蘑菇还有改进的余地，披萨会很值得的 ，trust me。还哪方面？所以我们帮他们做完任务了吗？这什么？看不懂。哎，竟然还有一关是剧终吗？我是一个披萨。走开哦！你走开哦！你走开哦！我忘记了啦，这关是要这样子，要用那个我们平常用来前进的东西把他们打走，不然我们会被凤梨攻啊！可是我喜欢凤梨披萨，哎、欸，这个设计者讨厌凤梨披萨哦，我注意到喽，怎么这样嘛？凤梨披萨很好吃啊，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？可恶！哎、欸，这个让那个喜欢吃凤梨披萨的人要怎么办啊？凤梨披萨很棒啊！以后有国外的人来，记得请他吃凤梨披萨。可恶，好想知道这关卡的名字哦，他没有取名字哎，好恶意哦！你是蛮有趣的啦。哦，第一个是我是一个披萨哦。可恶，玩到真的很想吃披萨哎、欸！太久了吧？你要到底要去哪里啊？而且你也太滑了吧！耶，是披萨。过了一个舒服的冬天，所有的员工为你准备，我觉得不错哎、欸。冬天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披萨，不是特别的披萨，特别的关卡，而且它算是有小小微微的剧情，我觉得这一点的设计非常的棒。它如果后面都有一些那种剧情，可以让你玩关卡的同时又可以看剧情的话，它就不会整体就是连续玩太多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腻。那我觉得它这一点设计的真的还不错。好，那今天的那个下雪关卡就体验到这里啦。那后续我们还是会。会慢慢的更新，把这一款想办法玩完，虽然它的关卡超级多。那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 Water Gower Fu， 那祝大家冬天不要感冒。那先这样喽，大家拜拜。